前，张柏芝一身休闲装扮现身上海机场，黑白棒球帽可爱抢镜，牛仔外套搭配帆布鞋倾巢出镜，尽显潇洒率性。当天张柏芝看起来心情很好，一路与工作人员热聊。张柏芝的性格外向感性直率，他做事不仅泼辣而且敢说敢干，这种胆汁质的性格对于他的表演而言是一种优点。他不仅容易入戏，而且情绪爆发很快。在日常生活中，个性出众的张柏芝依然保持本色，率真的性格使他做事我行我素。张柏芝出道时因形象清丽秀美而被外界称为小林青霞以及玉女掌门人，亮丽的容貌、光洁的皮肤、灿烂的笑容都让他成功吸引人们的视线。